追求美是人类的理想，如果您是爱美的话，请你不必转台，因为美的化身即将来临。我们欢迎梦一般的女人胡一梦小姐。你的形容词实在是太美了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愿意听上一天。我们两个人有共同的嗜好。哦。如果你愿意听的话，我愿意为你讲一天。不过我希望是你我单独的时候。这次你在美国所表现的，令我们国内的观众以及国外的朋友都非常的赞赏。谢谢你。对于爱情，我们都知道你有独特的看法，曾经在不同的经纬度历练过不同的爱情。哦，这个形容词太可怕，好像我是什么恋爱权威的样子。对于西方的男人和中国的男人，你可不可以做一个分析？你的感觉他们有什么不同？西方男人是这样子，他们在表面上温柔多礼，但实际上花起钱来很小气。非常的小气。中国男人，也许表面上没有那么的温柔多礼，但花钱比较大方。对于男人的标准，在你心目中的理想，你可不可以向我们观众报告一下？其实我的理想蛮简单的，不需要太漂亮。哦。但至少要有几根头发。不需要太富有。可是花钱不能够小气。第三，不需要太聪明，但是要有智慧。这种条件的男人，人间少有。不过我可以替你介绍一位。在哪儿？上帝。青春妩媚的女人，是男人心目中快乐的永恒。我们欢迎胡一梦小姐。我发现你们这个节目的特色好像是乐队特别的活泼，美女特别多。你知道由于他们的活泼以及美女特别多，都给我们节目给我带来了无比的困扰。怎么说呢？因为请来了美女，他们不正常。如果不请美女，我失常。各位亲爱的观众，今天在我们玫瑰夜晚第一位特别的美女，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大家公认的美女，我们欢迎胡一梦小姐。送一朵玫瑰给你。一朵快谢的玫瑰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无业的，我是直觉的，我是错觉的。应该送一朵。好了，我心领了。不，含苞的。好，假装是含苞待放好了。那在象征着你十年前，十年后。好过分。我们非常欢迎你光临我们玫瑰第一个夜晚。我也很高兴能够参加你们这个第一个夜晚啊。对不起，第一个玫瑰的夜晚。所以有的时候你必须要。把这个晚上要前面一定要
要修饰一下。好，因为夜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，尤其是在我们两个人谈这个话题。没有啊，其实夜晚也没有什么敏感的，因为我所有的活动都是在晚上12点以后才开始。譬如说像写东西啦，做瑜伽术啊，吃宵夜啦，这个都是很健康的活动嘛。啊，谢谢。对于夜晚的运用，我们两人在这个观念上有很大的差距。怎么不同？通常我把夜晚的运用的方式比较和你不一样，最大的不同就是你是就读书了，做瑜伽术了，对，翻译小说了，对，这就属于静态的。我的夜晚通常都是动态的。真的？又感性又动态。不行，蛮吓人的。不是我的、我玫瑰的夜晚，我的夜晚通常都是练跑步了，做舞蹈了，都是比较动态的。这样子啊？那比较不用大脑的。这个你满意吗？满意了。你对我还有什么疑问没有？我有点奇怪，为什么你要把你们这个第一个夜晚取做玫瑰的名字？花有那么多种，为什么不用别的花呢？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玫瑰它是花的代表，花是美的象征，可以这么说吗？而且这个美女呢又是花的化身。可是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理由。哎，你听我说下去。我们整个的这个玫瑰的夜晚，它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美女如云。所以我们取名叫做玫瑰的夜晚，就像一个大花圃一样。那你就是园丁了。对，我是临风种花。临风种得出漂亮的花吗？对，是我摘给别人看嘛。我种花，这个临风种花，观众赏花，制作人采花。真的。